七个小细节让你的 Excel 表格看起来更专业。很多人做出来的表格是这样子的，格式上不好看，而且没有重点。如果优化成下面或者这些形式，是不是看起来就舒服多了？可以一眼对比出哪些区域的销售额最好，并且突出了利润表现最好的两个区域。一般我们查看数据都是从上往下，从左往右看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第一个细节，我们要对比的数据按竖向排列，选中这部分数据复制一下，鼠标右键点击转至，把这个数据我们要对比的不同区域的数据竖向排列，补充上区域字段。注意一下，我们的视线一般是从左往右看的，这里最重要的销售额这个字段把它放在最左边，然后依次是利润、利润率，按重要顺序从左往右排列，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注意的细节。第三个，我们注意一下，这边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字段是销售额，但是呢，这样直接看你是看不出结果的，一般习惯是把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字段按照降序进行排列，鼠标右键点击排序，然后降序。第四点，注意一下我们这里的数据呢，左边这两个数字看着很大，一下子看不出来，右边呢这些百分号就是很重复的信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对这个数字进行一个处理，把左边的这个万元这个单位变成亿元除以一万。把这个信息贴过去，这个百分号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提炼到单位这里，注意左边这两个单位也改一下，改成亿元，数字就简单多了。把这个改成百分号之后呢，这个数据就要乘以100了。对这个信息这些数字的格式统一一下，都是采用两位小数，设置一下它的格式。一般我的数值习惯是用这一种，这样子呢就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一些简化和统一。这是第四个注意的小细节，我们这些网格线看起来很多余，可以把这些网格线给去掉，选择无框线。这是第五个小细节。第六个小细节，把这些字段信息用网格线或者颜色区分开来，这里我们是用颜色来演示一下，给它填充上一种黑色，字体改成白色，然后数据信息给它放上一些条纹，补充上合计这个字段。由于合计这个字段跟其他信息是有一定区别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的填充颜色等一下。这是第六个小细节，对我们表格中的信息用不同的颜色或者少量的网格线区隔出来。最后一个小细节，突出一下我们的重点信息。这里呢，我们的销售额可以一眼降序看出来，但是利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信息看不出来，所以呢，把我们的重要信息突出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完成了一份很专业的表格的制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内容。关注 Excel 精选技巧，3分钟提高工作效率。谢谢大家观看。